肩颈酸痛，腰酸背痛到不行，一定是因为前几天熬夜追剧，连追12集，滑手机，玩社群不休息。哎呦，一定是长时间姿势不良造成的啊！好，没关系，我们休息一下好了，等一下先拍收工的影片。太好了，我的救命仙丹，立刻缓解酸痛，好舒服，我可以继续拍。Hello，L 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曹佑宁。我今天要来分享我平常包包里面会放一些什么东西。像是我平常呢会放基本的帽子，还有笔记本，也会带一些水壶。然后因为现在呢我要准备前置下一部戏剧，然后这个是导演借给我的底片相机，因为我在里面要饰演的是一个业余的摄影师。那你每天带着它拍摄吗？看到一些比较好的景色啊，或者是有一些感觉的时候，就可以拿出来拍，做一些功课。算是我随身必备的，就是我会带，就是太阳眼镜。戴太阳眼镜是怕在路上被认出来？其实不是耶，因为我觉得平常在外面还是要保持自己一个好的状态。那你在路上会遇到有认出来是粉丝朋友，这样戴着墨镜你就可以把黑眼圈遮住。我有一个还对我来说也蛮重要的东西，梳粉。因为现在天气比较闷热嘛，头发会出油，会流汗，身体会黏黏的。黏的时候我就会撒在身上，就有点像爽身粉之类的感觉。那它另外还有一个功效是它可以就是撒在头发上。那你戴它是因为你都很久洗一次头吗？没有，我每天都会洗头，我头发是很香的。我发现你的必备小物都跟帅有关，请问还有什么厉害的必备小物吗？我还有一个秘密法宝，因为像我刚刚拍摄的时候在想说要帅气转身，结果不小心腰有稍微去闪到，普拿疼肌力酸痛药布。对，像我刚刚一有感觉我就马上把它拿出来贴，就是我直接把它贴在我不舒服的地方。它的特点呢其实非常的快速有效，像现在其实已经缓解了非常的多。然后另外呢它还有一个非常好的是它是针对小部位，比如说小部位的肩颈啊有酸痛的情况，你就可以直接拿这一片把它贴上去。哇，我看你这么介绍我都很想要赶快去药局购买了。对，一定要赶快去买。如果像我们编辑有时候采访要录影，然后又要递麦克风，姿势一固定就会很久，手腕跟肩颈酸痛的话要怎么办呢？不用担心，因为还有普拿疼肌力镇痛乳胶。我通常会在运动的时候，比如说像是我打拳击啊，需要有关节的地方酸痛的时候，我都会用它。重点是乳胶涂抹零死角，快速有效，小小的一条系带也非常的方便。我马上 get 到关键字哦，就是涂抹零死角。小曹今天帅气也是零死角。今天谢谢小曹，然后我们再请小曹帮我们跟镜头打个招呼。谢谢今天 L 的邀请，今天玩得非常开心，也非常愉快。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普拿疼肌力，我缓解酸痛的救星，超快速有感。哦，生龙活虎啊！哎呀。